安心事件令两位当事人断送了事业，工作上合作的人都有受到影响之外，苏永康呢日出席游戏节目录影的时候，就承认因为这件事而搁置了一首关于婚外情的新歌。因为现在最好的事情就是小讲一点就帮懒多忙，所以我说对啊，这个敏感的时刻小说一点就帮助事情多一点，这样子钱是小是小的，我觉得最主要是希望这个事情尽快的，希望下一次我再拿那个麦牌的时候是问别的东西，所以是这样吧。而曾经被怀疑私下同王心颖来往的心美就说因为这件事屋企人心情都变差了。好像我太太啊，佢我有時唔開心嘅時候，即係問我啊，佢話你係咪因為呢件事唔開心啊咁樣？咁我話我唔係咁樣，咁都問過兩三次，咁直到件事即係有終於有媒體再講出來，哦原來唔係心美啦，咁啊澄清咗啦咁樣。咁嗰一刻係嗰日個新聞係我太太嘅朋友話俾佢聽，而家佢話翻俾我聽。喺朝頭早我起身，佢就講俾我聽。咁跟我見到嗰日個早餐，佢笑啦。嗰、那個笑容係令我覺得我點解要俾我太太有個咁個咁嘅即係咁嘅困擾咧？咁而家過去咗嘅，咁就即係我先再提出就係我小朋友啊，我太太其實喺當中都受咗好大好多個壓力。咁我係有覺得自己唔開心，係我保護唔到佢哋咯。